大家好，我叫董鑫，我来自中国西安体育学院的一名学生。这是我第一次来韩国，非常兴奋。韩国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喜欢，特别漂亮。我感觉非常好，我也很愿意参加这个比赛。三个月，7月份就知道，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准备。降体重什么，都一直在准备这三个月中。Road FC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比赛，在亚洲，在中国都非常有名气。我能参加这个比赛，非常的荣幸。我非常有信心打好这场比赛。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期待我的精彩表现。